官刘敬德，女馆凤新开板，开业。女馆一组陈姓年进，一甲十年要十一，进位一拜安排官刘敬德。不料他入进门，连三连新春一丢，三场球内上票拜，拜上票拜，三上票拜。因为台湾刘信德目前不竞标，中标会坚持不利用权，好不好？用黄标中地主，不存在自由权，国家平安更重要，不利人民之意，阿标。Bye.